巍峨壮伟的长城，在明朝北部边疆的山川之间逶迤盘旋。自景泰二年到嘉靖年间，前后经过18次重新加修，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绵延14600多里，防御来自北方的蒙古骑兵。与此同时，另一道长城在明朝的东南海岸线上蜿蜒而行，至明朝中期，在北起辽宁金州湾，南至广西钦州湾的海岸线上，明朝政府建立起以沿海军事卫所为主，以巡检司、寨训、烽火台为辅的海防体系。通过他们，明政府构筑起一道铜墙铁壁般的海上长城，抵御来自东南沿海日益猖獗的海上倭寇。一南一北的压力对明朝政府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16世纪中国沿海，有一个由中国走私商人、倭寇与葡萄牙人自行开辟的所谓国际自由贸易港，记录在西方史料中。1540年，曾访问过这个港口的葡萄牙商人门德斯平托，在他的远游记中这样描述当年的场景：港口由对峙二小岛构成，岛上人口3000，其中葡萄牙人1200，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裕。除平托的远游记外，同时代的外国著作中也都记录了他的繁盛景象。这个在外国人中间名噪一时的港口名叫双屿港。然而，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却很少提到双屿港这样一个海上贸易中心。少有的零星描述与国外资料的浓墨重彩也大相径庭。赵宪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他查阅了大量明史书籍，很少看到对双屿港繁盛状况的描述，最多只是在方志与地图中偶尔会提到它。双屿港似乎淹没在茫茫的史籍之中，因为它只是明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小岛而已。但在明朝的抗倭将领眼中，情况却不相同。在他们看来，双屿港是一个倭寇的大本营。那么，这个各执一说的地点到底在哪里呢？双屿港的位置就是在现在今天浙江省，然后宁波，然后东边的一个岛屿。然后这个岛屿呢，它的位置比较特殊，因为什么呢，它是差不多是在海洋的一个边缘的一个地带，所以说呢是这个海洋势力然后进入中国的一个跳板。据学者考证，双屿港的位置在今天舟山市的六横岛附近。如今，任何与倭寇大本营和海上贸易中心相关的历史印记均已找寻不到。只是，中外史料大相径庭的描述，哪一种说法才是对的呢？是相信来自西方的叙述，双屿是个国际自由贸易港，还是信赖出自明代官方的文献，双屿是个倭寇大本营呢？又或者是认为双屿港扮演着这双重的角色呢？明朝建立初期，正值日本南北朝内战。混战中，日本的失职武士与破产农民纷纷流亡海上，武装侵扰中国沿海。另一方面，元末割据江南沿海州县的张士诚和方国珍被朱元璋击败后，余部亡命海上。为了防倭寇侵扰，以及昔日割据政权的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明朝政府迫不得已祭起了严厉的海禁大旗。为防止沿海民众私通倭寇，早在洪武4年，朱元璋正式宣布严禁滨海百姓私自出海，
此后又多次重申了禁令，所谓寸板片帆不许下海。与明朝密邻的东南亚各国也只能通过朝贡的方式来华进行贸易以及文化交流。这标志着海禁作为明朝的一项基本国策正式确立。洪武十九年，明政府强行将舟山居民30,000余人几乎全部迁往内地，只留下少部分平民与守军留守。舟山群岛自此几乎成为无人之境，双屿港自然也成了一个海禁无人岛。我们说这个海禁政策呢，当时啊，我们当时是产生啊，它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今天呢，我们也不必啊过多的啊去责备啊，因为这个国家安全问题啊，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啊，这个现在的这个马六甲是吧？这个海盗问题是吧？这些问题的话，实际上是对一个国家安全确实是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危险的隐患。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终究敌不过漫长的海岸线，寂寞的双屿岛渐渐迎来了人烟，安土重迁的百姓时时刻刻思念着故乡。不久，许多人违反禁令，从迁徙地偷偷跑回岛上。部分被迁岛民的后裔跟随巡海抗倭的军队陆续回迁。与此同时，内地的一些渔户商户为了生计来此生产作业，他们的到来使得双屿港恢复了生机。此时的世界正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推动着双屿港的潮起潮落。航海业的发展及西方人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海上贸易的进展。地大物博的中国正成为一个巨大的产品供应者与市场。在明朝政府不断强化海禁政策的同时，葡萄牙人的船队正在不远的海域中游荡，寻找其在东方的一个又一个落脚点。1522年，麦哲伦船队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在此之前，葡萄牙商人到达广州，但因为没有朝贡贸易的文书刊盒，被明朝政府逐出。被逐出广州的葡萄牙人载着满船的香料，循中国海岸一路北上，试图寻找贸易机会与落脚点，打开中国的市场大门。在靠近宁波的地方，葡萄牙人发现了双屿港。利之所在，民不畏死，葡萄牙商人随即与当地的海商一拍即合，沿海走私贸易蓬蓬勃勃兴盛起来，促成了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口的诞生。葡萄牙商人门德斯平托这样描述当年的场景：港口有海岸数处，最宜泊舟，房屋千余栋，有2所医院，一座仁慈堂，在整个亚洲其规模也是最大的。这个港口正是被众多欧洲书籍交口赞誉的海上自由贸易港双屿港。当时双屿岛非常非常的繁盛，船只大概有1000多只，而且规模都非常大。它的这个人口啊，也相当相当的多，而且成分比较复杂，语言呢也各种各样，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目标，就是说在这里进行一种贸易。双屿港繁盛的自由贸易直接冲击明朝的海禁政策，引起了明朝政府的不安。相对来说，主张开放海外贸易的有识之士毕竟是少数，保守派的观点占据了上风。默许奸民招引外国夷人，在双屿港日益壮大，成为一个海上贸易天堂，这无疑是明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也与明朝沿袭已久的海禁政策相左。对于明朝政府而言，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民间不受约束的发展。于是风暴
即将降临双屿港。嘉靖27年，一个风雨昏黑、海雾弥漫的夜晚，双屿港的人们还在沉睡，他们并不知道危险正在悄悄降临。明朝政府责成提督浙闽军务兼巡抚浙江右副都御史朱婉，务必尽早捣毁双屿港。朱婉的舰队将港口团团包围。次日凌晨，港内的走私商人纷纷逃逸，明军乘胜追杀，俘斩溺死者数百人。朱婉还下令，有木石注塞通往双屿港的南北水道，使船只无法入港。而此时，从外洋而来的商船正日夜兼程驶向这个国际贸易基地。他们不知道，双屿港早已灰飞烟灭。自4月7日双屿港被攻破，到5月10日。一个月内，先后到达的各国商船竟达1290余艘之多，而此时的双屿港已然是一片废墟。双屿港的覆灭，并没有给这次扫荡行动的指挥者带来荣誉。负责浙闽海防的朱婉，出身进士，属于铁腕的海禁派。发誓要将倭寇从明朝的领海肃清。荡平双屿港后，朱婉又挥师入闽追击倭寇。福建走马溪一战中，朱婉将俘虏的96名违反海禁政策的中国商人全部斩首。朱婉的刻薄寡恩，断了一些普通民众的生计，更断了豪门士族的财路，引起了民间和部分朝廷人士的极大反弹。闽浙等地出身的官员，如御史陈九德等人，弹劾朱婉专权滥杀。不久，朱婉被革职。朱婉不愿接受即将到来的审讯和侮辱，服毒自杀。因为其实走私贸易是很多就福建浙江沿海的那个世家大族他们支持的，因为他们从中获利了，所以朱婉实行严格的那个禁倭的那种政策之后，等于是他们的财路会受到影响。被毁灭的双屿港从此退出世界贸易舞台，彻底沦为一个海禁无人岛。而此时，在远离海洋的中国北方，长城以外，一座新兴城市即将兴起，它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这座城市的缔造者将与呼和浩特一起名垂青史，这个人就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俺答汗是蒙古著名的中兴之主达延汗的孙子，他承袭祖父与父兄的基业，统领土默特部，驻扎在河套东北部地区，并在1539年从蒙古大汗那里得到了索多汗的封号。嘉靖13年4月，年仅28岁的俺答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来到长城边塞向明朝求贡。因为贡事是一体的，他带进的把贡物带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沿途会有交易了。到了北京之后，向皇帝缴纳朝廷缴纳贡品之后，他剩余的东西还可以在京城进行交易。俺答汗所处的土默川属于漠南中西部地区，当时集中了近10万人口，几乎达到了饱和状态。而粗放单一的游牧经济根本无力支撑，当时蒙古各部要想得到汉地的物资和粮食，只有两种途径：一是共事贸易的和平方式，另一种就是入塞掳掠。对他们来说，朝贡和打仗
既然都是获取物资的手段，哪一种成本低而收获高，自然就采用哪种方式。安达汗向明朝伸出橄榄枝，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双边贸易。然而他等到的却不是来自明朝政府的热烈回应。明朝取代的元朝而建立的，而蒙古贵族他们是主动从元大都退到草原上去的，他们的这种政权的延续性还是时隐时现的保持着一个连续性的。对于这么一个北元政权的存在，明朝政府一直视它为最大的敌人。明朝从元朝统治者手中夺得政权，对于退回塞北草原的蒙古贵族时刻保持警惕。尽管不少朝廷大臣深知其中利害，主张与俺答汗通共，但是嘉靖皇帝却不赞同通共。在了解皇帝的真实想法后，大臣们会议后说，蒙古人的请贡是不可信的，可能是一种缓兵之计，要趁机侵扰边疆，因此最好是大义凛然地予以回绝，这样他们的奸谋也就自然破产了。至于互市，明朝君臣们更会认为堂堂天朝与边臣互市是官旅倒置，有损大国威严，不符合传统的朝贡贸易制度。更重要的是，在朝廷大臣们看来，互市会造成土默特部做大，削弱明朝对蒙古各部的控制。于是与俺答汗同龄的嘉靖皇帝非但不准通共，轻易拒绝了俺答汗的要求，而且在嘉靖二十一年还下令将俺答汗派来请求通共的使节石天觉处死。俺答汗求贡不成，只好回归掳掠的老路上来。明朝的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等边镇，因为距离俺答汗的统治区近，常常受到侵扰，缺乏正常的和平的物资交换环境，战争成了游牧民族掠取农业物资的重要手段。此后的十多年，俺答汗一直用和平与战争两种手段不断要求与明朝通共互市。俺答汗之所以不肯放弃与明朝和平互市的机会，是因为有许多后顾之忧。北有骁勇剽悍的兀良哈人，东有以宗主大汗自居的察哈尔部，西北是与东蒙古有世仇的元瓦剌诸部，他们时时刻刻觊觎着土默特的土地。这些威胁令俺答汗如芒刺在背，所以每次蒙古骑兵深入明境掳掠一番之后，很快就北撤了。俺答汗也希望借助与明朝通共互市所得的经济利益，称雄草原诸部。就这样，明朝与蒙古的战争断断续续，打打停停，俺答汗的求贡之路漫长而曲折。为了应对俺答汗的骑兵骚扰，明朝政府不断加固长城。明代长城大部分是砖石结构，为黄河以西多是夯土长城。即便夯土而成，据说每米造价约为一两白银。可以想象，万里长城的修建又得耗费多少人力和白银。为了阻止蒙古人南下，明朝政府糜费了大量军费和物资，而俺答汗为了生计或者打通路上丝绸之路这样更为宏大的目标，不惜牺牲人口和马匹，不断侵扰明朝边塞，双方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种僵局是俺答汗最不愿看到的，如果僵持下去，俺答汗的土默特部将会在内耗中崩溃，他决定逼明朝就范。嘉靖二十九年八月，
在多次求贡不成和骚扰无果之后，安达汗大举入侵明朝。安达汗亲率大军越宣府，走冀州，入古北口，为顺义、长驱直入，直逼京师。蒙古军队在京师一带大肆剽掠，掳掠的目的无非是迫使明朝政府答应通关互市。他特地向明政府释放出一个信息：与我币，通我贡，集解围。安达汗进逼北京的事件震动京城，这是土木堡之变以来蒙古第二次进犯到北京。面对安达汗强大的军事压力，嘉靖皇帝深切认识到再不开关互市可能带来连年战争的后果，便暂时同意了安达汗的互市要求。嘉靖三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安达汗期待已久的马市终于在大同开市了。此后明朝又在宣府开放马市，并制定了在延绥宁夏开放马市的计划。集市上一片祥和，安达汗似乎看到了光明的景象。和平的曙光降临在北方地平线上，多年的贸易禁止一旦开放，明蒙贸易出现井喷现象，这让明政府有些措手不及。由于马匹只有蒙古贵族才有，普通牧民只有牛羊，安达汗请求扩大以马易帛的范围，以满足一般牧民的需求。他向明朝政府提出请求，允许以牛羊、羊毛、兽皮交易粟豆、米麦等粮食，这一要求对双方和边境安定都有积极意义，但却遭到了明朝政府的拒绝。这下明朝皇帝就不干了，他说我答应你用马来交换我的产品，这已经是对你非常宽容了，你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你不是贪得无厌吗？同时马市还受到逃离到蒙古的汉人头目的破坏，他们害怕开放贸易影响自己在蒙古部落的地位，于是唆使安达汗的部下再次侵犯明朝边塞。安达汗未能及时约束部下，以至于马市虽行而抢掠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本来对互市就敷衍了事的明朝政府，一看到边境风吹草动，立即借口蒙古奇请无厌，而且在互市之后仍然继续犯边为由，匆匆关闭了互市之门。皇帝严令再有请开马市者斩。马市只维持了一年即告破产，犹如昙花一现，和平之光再次为战争的阴云吞没，长城沿线又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战争。安达汗不断入侵明朝边塞，明政府继续加固长城，又一轮恶性循环重新开始。面对单一落后的草原经济，安达汗认识到战争不足以解决蒙古民族的生存问题，与其低声下气地与明朝进行时断时续的互市，不如建设自己的农业基地来得稳妥。安达汗决定自力更生，在草原上开辟土地，大力发展农耕。随着大量汉人的迁入，农耕逐渐发展起来，漠南地区呈现出农牧杂糅、蒙汉一体的局面。伴随农耕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个定居的村落，这种定居点被称为板生。对板生的经营是安达汗一生事业之基石。嘉靖、隆庆年间，板生收获的粮食已经可以基本满足漠南西部广大蒙古牧民的生活需求。
板山农业成为蒙古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对于俺答汗来说，意义还不仅仅如此。板生还是他能够大体上维持漠南西部的统一。东与察哈尔争雄，西向青海瓦剌扩张的强大物质基础。俺答汗还把他的眼光聚焦到了西部。他准备实施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那就是重新打通丝绸之路，构建欧亚内陆的贸易渠道，营造一个由东蒙古控制的中亚自由贸易区。十六世纪中期，俺答汗武力平定了青海湖地区。他的梦想并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连通内陆的商业网络。由此往西，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乌兹别克的布哈拉。再往西，濒临里海的哈萨克斯坦、黑海的伊斯坦布尔、地中海的威尼斯、大西洋东海岸的里斯本，一个个国际贸易中心都已形成。十六世纪的世界，无论是陆路还是海洋，都在期盼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广袤无际的大海上，葡萄牙、荷兰的商船正源源不断地驶向亚洲。双屿港的覆灭也不会改变他们的航向，只是让亚洲另外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得以崛起，它就是日本平户。其实，将平户打造成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个中国人，徽州海商王直。王直，或称汪直，徽州人，他是海上走私贸易的经营者和调停者，其势力遍及日本及东南亚。王直一直想做合法生意，但由于明朝政府例行海禁政策，剿灭双屿港，只得纠集余部亡命日本。这直接促成了国际自由贸易港口转移到日本，使得日本海外贸易飞速发展，各国商船都聚集于平户。但频繁出入平户最多的却是中国商船，王直也逐渐成为日本与中国海上走私贸易的关键性人物。根本问题是，明代中期之后，商品经济只要发展，它就一定要构建最为庞大的市场，最廉价的劳动力，最广泛的原材料，以及最庞大的市场。那么这样三个因素是商人追求利润的一个保证。那么明代中期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国内的这些商人，再加上这个时期就是西方的一些探险家或者贸易家，也就是由这个时期他们的近代经济也已经要开始快速的发展起来了，他们也需要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和原材料的一个供应地。王直的崛起引起了明政府的注意，因为他的行为冲击着明朝的海禁政策。王直的徽州老乡、浙江巡安御史胡宗宪是明朝政府内部的开明派，他对倭寇的性质有更深的认识，决定剿抚并用，着手招抚王直。王直则始终想获得明朝政府的承认，成为一个合法的海商，这注定了他的悲剧。胡宗宪派遣两位使者去日本面见王直，答应他的通商互市要求。旅居海外多年的王直无法抵挡成为一个合法海商的诱惑，最终踏上了回国的征途。王直船队抵达舟山岑港后不久，被胡宗宪成功诱降。在送往杭州后，王直被浙江巡安御史王本固投入监狱。围绕着王直的命运，明政府内部响起了两种声音。海禁派认为，保留王直的性命意味着默许开放海外贸易，与祖宗成法不合。开明派认为，处死王直必将引起倭寇的全面反弹，请求赦免王直，
开明派与海禁派的较量以海禁派胜利而告终。在被羁押两年之后，王直被判处死刑。这是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明朝画家仇英所画的抗倭图卷，描绘的是嘉靖年间浙江沿海军民抗击倭寇侵扰的情节。王直入狱后，原来的武装走私集团失去约束，东南沿海秩序大乱，胡宗宪只得全力围剿。居住在台州的任君峰，多年来心目中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就是戚继光。他一直试图破解戚继光鸳鸯阵法的奥秘。当年的戚继光为了剿灭海盗，提高军队战斗力，组建了一支新军。他亲自到浙江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3000人，组成了天下闻名的戚家军。鸳鸯阵法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大举歼灭了来犯倭寇。当然，这个阵法它有许多创新之处，也有一些发明。最基本好像是从我们这个常山这个蛇阵上演变而来的，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也就一个优点，就是一个首尾能够呼应，不至于就是有头无尾。嘉靖40年，戚继光率其家军在台州各地与倭寇决战，彻底肃清了进犯台州的倭寇，史称台州之劫。倭寇畏之如虎，窜入福建、广东沿海。嘉靖41年至43年，戚继光又率兵增援福建和广东，扫清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但是，战争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厉行海禁的明政府难以走出自己设计的鸳鸯阵，看似平静的海面下涌动着无数暗流。倭寇呢，他如果只是日本人的话，进爵去了就比较容易啊，实行海禁啊或者就可以了。但是呢，由于倭寇他的主体的力量其实是中国的这样一个走私的势力，而且这种走私的势力它具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海外市场，然后所以说呢，这个禁绝倭寇的话，完全用这种政治或者说军事的这样强硬的手段是没有办法禁绝的。南方沿海局势好转之时，北方长城沿线也出现了转机。从嘉靖45年至隆庆元年，安达汗统治下的阪生地区遭遇连年灾荒。灾荒让安达汗一筹莫展，阪生农业的欠收和物资的匮乏，即将拖垮蒙古游牧民族的脆弱经济。面对这一困境，是继续以战争手段掳掠物资，还是下决心与明朝达成和议，取得农业物资的稳定供应？安达汗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在内蒙古社科院珍藏着一本明朝时期的蒙文文献，这其中记录了一段非常戏剧性的故事。正当安达汗举棋不定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的孙子巴哈纳吉因为家庭矛盾，于隆庆4年率妻子和奴仆投奔明朝，这让64岁的安达汗心急如焚。但是安达汗没有想到的是，巴哈纳吉的逃亡反而帮他解开了心中的死结。此时嘉靖皇帝已经过世，在位的隆庆皇帝任命高拱、张居正为内阁大学士，他们决定放回安达汗的孙子巴哈纳吉，借机与安达汗讲和，进行互市贸易，结束明蒙之间几十年的纷争。
明朝方面，明世宗的去世，穆宗的上台，明朝执政集团的变化，张居正、高拱、张居正、徐阶、王崇古他们执政，这从明朝方面就有意要缓和这一段。从蒙古方面来说，安达汗经过多年战争，并没有达到目的，而且本身内部的矛盾爆发，所以以巴沙那尔投降为导火线，双方接触，最后就达成了这个共识。隆庆五年五月，在大同德胜堡边外的亮马台，广设皇围栏帐，安达汗接受了明朝皇帝封的顺义王称号，其弟子及各部头目均授以都督、指挥、千户等官。安达汗宣布了13条和平条款，表示明蒙世事友好，永不相犯，史称隆庆和议。不久，双方又商定了东起宣府、西至甘肃的11处互市市场。和平互市为草原带来了新的生机。然而，65岁的安达汗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在本生的基础上建造一座永久的城市，要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草原根据地。他就是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在蒙语中意为青色的城。这座城市比照内地城市的格局建造，用青砖修起城墙，房屋上覆以青瓦，远远望去一片青色。万历3年，呼和浩特城正式建成。对于呼和浩特的建成，明朝政府可谓五味杂陈，原有的遏制政策反而刺激了蒙古的壮大。然而，顺应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明王朝应安达汗之请，为这座城市赐名规划。呼和浩特从此成为明蒙贸易中心和漠南蒙古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与中亚贸易网络连接起来，成为世界贸易格局中的一个重镇。以前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北方的这种商业的这个中心啊，其实都是在长城以内，而现在呢，这个商业的这个贸易地点，然后已经推进到这个蒙古草原这个地方去。这样的话呢，蒙古草原和这个中亚地区，还有和这个明朝，还有和北方的这样一个沙漠这些地带，然后它这个经济来往啊，然后更加密切，所以说呢，就是整个蒙古草原也成了一个经济交往、文化来往的这样一个核心地带。随着东南沿海的逐步宁静，明政府也开始反思长期以来的海禁政策。嘉靖大倭寇的现实，让明朝政府痛苦地认识到，寇与商同是人，事通则寇转为商，事禁则商转为寇。要彻底平息倭患，政府必须反思，必须直面现实，做出政策调整。隆庆元年，鉴于日益紧张的财政危机和海禁政策的失败，明朝政府终于同意放宽禁令，选择在走私贸易最为猖獗的福建，准许开放粤港一地对外通商。某种意义上说，开放海禁是嘉靖时期海商集团反海禁斗争的结果。从此，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海盗纷纷解甲为商，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福建漳州的粤港成为重要通商港口，百姓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国家财政收入也极大增加。闭关锁国是不好，但走私贸易也不好，对于走私商人，包括跟他有关系的倭寇，他有他的合理需求的一面，但他不是积极的。最好的方式是就是有序的开放。不过明政府的开放海禁只是有限的解禁，规定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前往日本。
从出海船只到贸易路程，从出海时间到贸易货物，政府都有严格的限制。明朝政府犹如一个裹脚的女人，走走停停，反反复复，步履蹒跚地走在乡间小路上。但无论是皇帝还是高官大吏们，完全不知道一个由西方新兴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大潮已经风生水起。这个时候，装载着佛朗机炮的葡萄牙商船继续在海上游弋，荷兰帆船航行到南洋群岛，接着占据了澎湖、台湾。英国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新的海上霸主。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畅游在这个大航海时代。明代的长城与海岸线，曾像两道紧箍咒，紧紧捆住了明朝人的手脚。如今，我们有更大的勇气与气魄，打开国门，融入世界。他们一则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一则成为我们民族复兴的海上生命线，引领和激励中国崛起。公元1572年6月16日早朝，太监捧出一道圣旨。内阁首辅高拱以为是驱逐司礼监太监冯保的诏旨，不料自己却被贬为庶民。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争夺战中，笑到最后的是张居正。他与冯保结成联盟，取代高拱，牢固控制政权10年之久，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但反对张居正的声浪也由此开始，并在5年之后达到最高潮。这一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为了继续推行改革，他默许皇帝下诏让其继续担任官职，而不用回家服丧3年。这种做法被称为夺情，这完全背离了儒家理论，震动朝野，官员们纷纷冒死弹劾。最终，张居正采取严酷的手段回击，成功留下。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人们对这位著名改革家的品行的评价都大打折扣。其中，清官海瑞的八字评语最为典型：“功于谋国，拙于谋身。”